苗栗县头份市公所中山堂吉祥月祈福会，县长徐耀昌率领县府团队参与。各位师兄师姐，在你们的心目中，永远的发心向善，然后大家一起来做功德。每年都参加祈福会的头份市长徐定珍，今年当然也不缺席。好好的做环保，爱地球，一三五，爱自己，二四六，那大家一起来共知共事，而且要共行。在三义乡双潭村活动中心的祈福会，社区民众热烈参与。担任献供人员的张秀娇说，献花时感觉跟佛陀很近。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，很高兴啊！我做的也是很欢喜心。从事糕饼业的慈济之工蔡永嗣，不只提供寿桃等点心，还赠送给大家环保袋。今天在安头啊，能够宠物使用的这个环保袋，能跟会众来做结缘。来到后龙镇大庄里活动中心吉祥月祈福会，同样有许多乡亲前来参与。非常感谢您来办这个这场的晚会，里边吼啊，迄个环保啦吼，大家爱来共同来实行的吼。慈济志工透过手语歌、话剧演绎、有奖征答，宣扬孝道、茹素与环保，大家一同用清净的心虔诚祈福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罗锦琦、黄前旦、江延雄，苗栗报道。